要是9月或者是10月来太原的话，来山西的话，你必须得来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非常漂亮。我们今天大家走一遍啊，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小景点，但是这两个月你如果说来这里的话，风景是挺漂亮的，非常漂亮，值得你来一次。然后总共上山是1个小时的路程，最好清晨来，清晨来的话比较凉快一点。我们就现在就准备上山了。我们现在大概爬了20分钟左右，然后据说是已经爬到1/3左右。这个山挺缓，但是挺高，总共底下开始1400多米，还需要继续，人挺多的。这个山是适合早上来，一大早的时候，然后爬山的过程也不累，也凉快，风景也好。继续，拖着200斤的身体，我太难了。给大家录制爬山视频挺辛苦的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做好准备，我要高飞到天空的顶点，我要飞到无人能及的世界，飞得再累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想啊